开门，现在是早上6点多，我5点十五起的，脸都没洗，现在戴个帽子，戴了个眼镜。为什么这么早呢？因为我要吃三亚娃娃了。是的，为了抓住夏天的尾巴，因为现在北京上海已经开始凉了嘛，然后我穿的厚外套，然后还是想在夏天结束之前好好的感受一下夏天，感受一下它。所以我们要去三亚了，解放了。吃饭的地方啦，是吃海鲜的地方，然后拍了一盘。吃海鲜还是得配点啤酒吧。
乐姐，你是要点歌唱歌了吗？在这儿。点歌。点多少？乐姐要表演了。现在回来酒店房间了，我吃我们的阳台，然后休息一下，听听歌什么的。刚本来想去海边的，但是因为太黑了，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，然后又怕蚊子咬，我们就回来稍微休息一下。大家早安，我整了，然后刚刚早餐已经送过来了。我打算去吃个早餐。你水不结太弱，因为刚刚那顿没有吃饱，然后刚刚那顿去吃食都已经十点多了，我们又点了中饭。好胖呀。然后就这个带了一个头巾，脸都没洗，带个白背心，有点可爱，不行，去做个发。现在我们出来了，然后我们租了一个敞篷车，我这个车也是蓝色的，我们去兜兜风。是来冲浪的吗？真是来冲浪的。
本就不是美人鱼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一个老师，老师，我们再尝试一次。我现在冲完了，上来了，这个真的太小了，今天起码还站在板上了，这位小姐在自拍，我在原地飞行啊。在哪里吃饭了？吃的是，在海南的最后一道晚餐，据说非常著名的海南菜。你敢吗？我不敢。